使用 HTC Sync Manager 在手机与 PC 或 Mac 之间管理及传输文件。你可以轻松地管理音乐、照片、视频和文档等等。将手机连接到电脑， Sync Manager 会自动打开。你会看到电脑中存储的音乐，还会在专辑封面或歌曲上看到这些图标。这个图标表示歌曲已经存在手机中。要将歌曲或专辑添加到手机中，单击这里。想要删除，可以单击这儿。如果要将 iTunes 或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列表保存到手机中，先将它们导入到 Sync Manager。想要始终同步你的播放列表，选中这些。要管理你的照片和视频，可前往相册。和音乐中一样，你也会在相册封面、各照片和视频上看到这些图标。单击它，便可将文件添加到手机中或从中删除。如果需要编辑照片， Sync Manager 中可以执行旋转和裁剪操作。如果从手机中拷贝了 HTC Zoe 或连拍文件，你可以在 Sync Manager 中查看它们。想要从电脑同步 Word、Excel 或 PDF 文件到手机中，前往文件，然后设置文件夹路径。要将日历、联系人和书签放到手机中，前往更多。有了 HTC Sync Manager， 在手机和电脑之间转移文件变得更加轻松简单。